所以他说之前过去的几年，其实这个海这个之前的红十字会的这个董事长呢，陈长文就是马英九在两岸之间的密使，您也受到访问。党立，这个人叫做陈长文，赖主委。陈长文先生在2008年7月30号投书《中国时报》，他写了一篇叫做《赖主委的去留标准》，里面很清楚的点到，赖姓员只要做到三项东西，他就不会丢乌纱帽。这三项东西是什么？第一项，取消大陆配偶遗产继承200万元的限制；第二项，对非法入境的大陆人士应提供正当法律程序保障；第三项，缩短大陆配偶取得身份证年限，放宽陆配工作权。我们刚刚听到呢，邱颖拿出一些过去几年的相关的资料来佐证，他认为说陈长文就是在过去几年中担任马总统的两岸密使，而除了议题